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阁请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说，解文说哩。好朋友来讲，迄天阮共国的，你知啦吼，阮自己的北部广播电台名主持人阿公兄，敲电话给我呢，讲国政啊，你足久唔捌来食我这个三万的冠军茶，紧来紧来，我专工装去呢，看到伊的面，吼，大哥，你即马较油嘴哦。油嘴台湾话解说，就是讲面色红个啊红个，尤其迄落十几岁的少男少女，人讲哇真油嘴，结果伊甲因讲对，最近因为恁大哥我有挑，不过我是做正经生意，油嘴无唔对啦，啊就有影趁钱人欢喜，不过我无咧滴油水哦。哦，朋友啊，华语咧讲油水，就是讲吼有啥物好康咧，暗中向我对中间有啥物利他。伊讲我做即个清楚的生意，真正就是大笔的进道。不过吼，无迄个油水，通好去遐勤，通好去遐靠步哦，唔是哦，莫有白想哦，我这拢正当的哦。所以华语的油水，甲台湾人讲，你面色红个红个，讲真油水，解水无同。啊，我就甲问啊，王大哥，啊那安尼你叫我来，是淡薄要分我上，更加有分上，唔是啦，要甲你启动。哦，讲到这句启动，我就调工甲因好耍啊，讲，我无塞车来，我骑奥多拜呢，啊，我要安怎，你话启动就启动。台湾话咧讲的启动，甲华语咧讲的无同啦。你头拄仔咧讲华语的启动，就是车发动，不过台湾话咧讲的启动，是讲我来甲你搬车，我来甲你扬托，甲对方讲启动一个，互你无用咧。所以讲拜托代志，要求人甲咱帮忙什么工课，讲来甲启动一个，启动你。来协助，啊！你要启动我安那，要交代我安那，煞唔知影讲国政啊！你常常安尼咧甲我转，转讲吼，你朋友伫遐交真侪，拢家己的，我对唔，大家甲我诚心交陪，讲干那装潢请客，几落主，拢你真正拜托会行，对咯？啊，就阮家啦，阮家想要造作一下，讲到即句造作，我那甲华语解说无同，咱知影，迄人华语咧讲，讲即个人矫揉造作。假神假道就对啦，不过台湾话咧讲的造作，就是装潢请客。咱开店的人，万得开间店卖造作个好看，桌啊椅啊，拢有进口的人客，唔才坐掉。安尼讲个做造作，所以台湾话同款汉字的写法，甲华语应用无相同的所在，咱就要真斟酌，就要真讲究。